就像咱理事长来做代表吼，来给咱每一个团队互咱加油，互咱有一挂这个建议啦吼，来，有请。我是罗秀峰，庄局长，我还是想哭比较是，非常感动，今天晚上有这么好的比赛，这个比赛让我看到桃园的进步，跟桃园发展在地文化的决心，而且今天的每个节目都很精彩，都希望这样的活动能够在台园。在桃园能够继续的下去，有序的经营，不然我们在地台湾的闽南文化发扬光大，也能够到国际参与任何的演出。谢谢。来，我们的李主席吼，特别感谢吼，来李主席稍等一下吼，稍等一下，咱要来进行由咱的颁奖的时阵啦吼，各位，来，李主席咱徛这边吼，等下咱团队起来吼，准备来进行吼，咱的颁奖吼，来公布的是咱的一般组，首先呢，咱这个一般组吼，要来颁发的是咱最高人气奖啊，最高人气奖哦，有奖金5000元以及着咱的奖杯哦，到底咱的最佳人气奖一般组都一组着的。啊，不过呢，人气真正是不分上下，因为有两组得到咱的最佳人气奖来公布，也就是咱的 A1 闽南客语艺秀之路请上台，以及到咱的 A4 水影舞集舞蹈教室，咱两组做伙上台，好无？来有请，恭喜咱的 A1 加 A4 得到咱的最高人气奖。啊，等一下吼，咱。颁奖了，爱心老后边还够一个大合照，好不好？做伙翕相的大翕相，来，咱两组做伙翕，两组做伙翕嘛，哈。来，因为哦，会使讲咱这两组分数同款哦，同款悬啦。哦，来，一个左边，一个正边啦，吼。啊，咱做伙行，做伙行，好不好？来，不，咱行中就好，你先去行中来翕相哈。好，来，咱奖杯吼，奖杯。啊，奖杯嘛，做会啦吼，来，好，来吼，因为有两组啦吼，等阵吼，两组做会来这个分好啦，好，来咱看中的这边输吼，来大家看声来恭喜，赞啦吼，好，来过来一张，记得赞的哦，来新人三赞，好，来感谢吼。咱邀请到咱的 A1 加 S， 咱先到后边这边哈，小蛋子一般都有大合照，好，一般都有大合照，来观众们玩到咱这里，好，这里奖金哈，跟咱的奖座来听，咱各一组的代表哈，来历史上咱各位颁一个奖哈，各位来颁一个奖，也就是咱的最佳创意奖，最佳创意奖呢有奖金5000元，还有咱奖杯一座，得奖的是咱的。A3 地亚魂世界风情昆虫艺术团队，请上台，热烈欢声！来，欢迎啊！透过着咱的 A3， 得到咱的最佳创意奖，不管是个这个服装啦吼，也是讲的这演出的这个各种款的展现，都予咱的冰清老师吼，印象非常的深刻，吼，让非常的亲和吼，来。来一下，来再5000元，哦，一个咱的奖座，好，来咱看中的这边输比一下赞好无？来这边七两三赞，热情的掌声，让我欣赏，好来，好感谢，谢谢，来咱请哈，请到后边这边小站子里哈，来感谢到咱的理事长哈，有请理事长请回座。好，来，拄啊是咱的最佳人气奖一般组，啊，搁有咱的一般组的最佳创意奖。继续呢，要来颁发的，也就是咱一般组的第三名，会得到咱的奖金10000元，啊，搁有咱的奖助。来，有请到咱的第三名，咱来公布一下一般组的第三名，也就是 A1 闽南客语艺秀之路。来。对 A 一对吼，来
请来到这，咱邀请到咱的颁奖人，也是咱的文化局局长张秀敏局长，请上台来替咱颁奖。来，好，邀请到咱局长，请来给咱颁奖哈。来，做伙来去笑哈，做伙来去笑。来，咱局长吃中了哈，来，哇，赞哈。来，局长吃中哈，好。来看中央的点点数，来准备，一、二、三，赞，比个赞好不好？赞。好，让我一点吼，来，好，谢谢吼，小蛋子给我大合照，咱就丢车流波吼，继续要来公布是咱第二名，阿君第二名得到20,000元奖金，到咱奖座。恭喜咱的 A3 地亚魂世界风情分数艺术团队，来请颁奖，阿公叫什么？爱在第二名，哦，来，快，哇，阿君呢？来，大声了，来，哇，真正加赞，哦，来，看中的这边输好，来，出去比一下赞的好不好？来，一、二、三，赞。到后边这边吼，来后边这边吼，等一下给我大合照吼。来，局长继续，咱们来颁发的是咱的第一名啦，第一名冠军，局长要来给咱公布一下无？第一名是 A4 水影舞集舞蹈教室。哎，恭喜啊！在后边这，哇，恭喜，双料冠军啦吼！来，恭喜，得到咱的。奖金30,000元，以及着咱的奖座，来来看下，恭喜！来，各位奖座哈，好，来看奖的这边数，来准备，一、二、三，恭喜，咱的一盘奖的冠军。好，来咱后边有奖的拢跟咱的奖座做伙来去笑好不好？来到头前这边，来，咱来到头前这边做伙来去笑啊哈，一起来合照哈，向工作人员。对，就对我夹中这边。好，来，看咱中的这边输吼，来，比一下赞。好，再来一个大的赞，有赞无？赞。好，来，感谢，着咱一般组得奖，最佳成绩，最佳创意，大家有咱第三名、第一名、第二名吼，直接感谢，感谢。那么有请局长写新徽州哈，新徽州哈，来，感谢哈。那么有请一般组哈，咱这下台哈，感谢，谢谢哈。来，这是咱一般组哈，咱拄啊公布的是咱的最高人气奖、最佳创意奖，以及着咱的冠军、阿军，还有咱季军啦哈。啊，继续呢，咱要来准备来颁发的呀，就是咱的超级组。哇，那讲到超级组吼，会使讲每一组拢表现了非常的赞，在我心目中，我无像冰清老师安尼，哦，他敢摸得笑，我每一组拢甲拍100分就好，真正每一组拢心中的第一名啦吼。咱先邀请到咱的颁奖人，好不好？来邀请到咱的桃园李荣德奖，咱的陈明柱主委，来请咱主委请上台，啊，来颁奖啦，来颁奖吼，主委来代表咱荣德奖来颁奖，因为接下来要来颁发的是最高人气奖。啊，咱拄啊投票，有一个最高的人气奖要来公布啊啦吼。好，来，咱最高人气奖来得奖的，也就是咱的 B2 花艺道丁看戏去，请上台，恭喜！来，咱 B2 哈，坐回起来哈，恭喜！最高人气奖哈，最高人气奖 B2。非常赞哦，表示讲哦，哎，拄仔看到只，就是恁这组着，大家外口去啦，哦，安尼才厉害就对。好，来，又请到咱的助理委员来为咱颁奖吼，来，助理委员咱行到边这边吼，来，好，来，请颁奖。好，还有咱奖金5,000元，奖座哦，马做回来。好，咱做回来去坐遐上的好不好？好，来准备，看中底一个大大的赞哦！好，来一、二、三，赞！恭喜得到最高人气奖，奖金5,000元，奖座！好，来。
来，让我一边哈，刚起来，咱先配到后边，小淡水给我大合照哈。来，小淡水，咱这注意，还够一个奖，哎，交予你来颁奖。继续要颁奖是咱超级组的最佳创意奖，会使得到咱5000块奖金，以及得咱的讲座奖座啦哈。咱的最佳创意奖，恭喜 B6。TSD 铁丝地普通话艺术创意团队，恭喜家长来！非常特别的家长文化，咱家长结合着咱的开头的这个舞步，流行结合传统，得到咱的最佳奖奖。来，又请着咱的主持来进行颁奖啦吼！恭喜恭喜，还有咱的奖金嘛，做会奖金嘛，做会，然后来来来来来。阿哥阿哥吼，来够钱够钱，最佳创意够奖金嘛吼，唔贪袂起奖金，跟他奖座哦，对不对？好，来看中间的书，来比一下赞了，来去两三赞，热情的夸赞恭喜，恭喜是着咱的最佳创意奖，好，感谢哈，来，咱请来到后边这边小站子里哈。好，来感谢着咱这个空中的将咱的单民族主任委员替咱颁奖，来请回座，来感谢予咱的主任委员，予咱的副主委，还有咱的干部在在拍声，好无？非常的辛苦，非常辛苦啦！哈，来，谢谢谢谢哈。继续呢，咱要来颁发前三名，咱要来颁发咱这超级组前三名，咱再度来邀请着咱的通市政府文化局曾秀美局长，邀请着咱局长请上台，在在拍声，予咱局长好无？咱通办咱文化局办得非常的赞，非常的成功，搁着咱局长努力来甲伊企位，希望搁咱办咱文化来翻身，为桃园、全台湾、全世界拢有啦哦。好，继续第三名啊，咱这个第三名的超级组。恭喜 B5 梁鸿仪舞蹈团来请上台，来恭喜哈位嘉义来到咱桃园这边哈来参加比赛，非常非常的辛苦啦哈，得到咱的2万块奖金，够一座奖座啦哈，来邀请到咱奖座跟咱的奖金来给咱的局长来颁奖，来坐回起来，坐回起来哈，来来来来。好，来各有奖金，各有奖金哈，来做会做会，咱等下做会来去笑哈，来坐下坐下不要紧，好，好，各有奖金嘛哈，好，来夹到我嘞，夹到我嘞哈，好，来看中的这个书，比一下赞好无？来准备，一、二、三，赞，超级组第三名，好，来感谢哈，咱有请第三名来到后边，稍等一下哈。局长请留步，因为咱要来颁发的是咱的阿军第二名，会使得到咱的这个什么个奖金，啊，还有咱的奖座第二名阿军要来公布的，也就是咱超级组的 B1 西方艺术舞蹈团，有请上台，这咱同在地演出的团队啦哈，演出的团队请上台。哇，非常赞！得到咱的第二名阿军，非常不简单。这是咱2021桃园万能马子，第一届创意舞蹈比赛超级组第二名。来，奖座奖金做伙摕起来哦！来来来，得到咱的40000块奖金，你得到咱的奖座。好，来做伙来看中的两面书哦。好，来准备比赛，耶！先来耶，好不好？来，进两三第二名耶！赚钱赞哦！来，一、二、三，赞！恭喜！热情的夸声送回。来，咱请第二名来到后边，这边稍等一下，待会去上啊！继续，要来公布咱超级组的第一名，会使得到10000块的奖金，也还有奖座一座。到底冠军是倒一队的？请咱局长来替咱公布。冠军啊！来哦，
丢了一宿，咱往头前一个吼，来后面往前，后面往前，咱做伙来去一下上，这是咱超级组丢奖的团队。来，我给你，我给你，靠近一点，靠近一点。好。今晚还有请咱现场的明星老师，还有咱的诸位委员，咱先做伙上台，慢慢做伙来去上，好不好？来，有请有请，咱的李宏武教授，还有罗兄理事长，好，以及着咱这个潘丽君教授，咱嘛做伙上台来去上，好不好？还有咱梁德强的诸位委员，哈，副主席，咱嘛做伙上台，好不好？咱今仔日会使讲呢，透过着咱的一般组、超级组，咱希望讲呢，把咱这个闽南文化。台语歌也不得精神，拢会使永流传。来，做伙去上吼，来来来，咱做伙行行听下吼。来，行到中岭也无要紧啦吼，咱冰心老师来行位中这边啊，对不对吼？来来来，你上去嘛，行中。哦，赞赞赞赞赞吼。好，来。好，看咱中好无？来比一下大大的赞！一般做超级组，咱拢赞无？赞！咱的桃园市政府文化局赞无？赞！咱的桃园梁德强跟咱的冰心老师关将有赞无？赞！来，热情的掌声！恭喜恭喜！来，感谢感谢啦吼，感谢感谢。恭喜得到咱的金曲奖、凤仪奖前三名。好，再一次来感谢到咱得奖，请回座，请回座吼。啊，也感谢到咱的三位冰心老师啦吼，感谢罗秀芳理事长、潘丽君教授、李宏武教授吼，也恭喜到咱一般组、超级组，咱的得奖团队，咱的得奖团队啦吼。啊，咱是恭喜伊，好运闽南文化节。台语歌谣创意舞蹈比赛圆满成功！来感谢着咱的桃园市政府文化局主办这好的这个活动，卖袂记哦，咱的桃园闽南文化节，咱都有真侪活动，吼，欢迎大家做伙来共襄盛举。九月十七号总统赛办到比赛，十月二十九号搭水库比赛，十二月十号、十一号武松拍虎，台语亲子剧，以及着咱的捏耳啊比赛。欢迎大家就咱的桃园闽南文化脸书粉丝专页来跟咱查询，来祝福大家假日快乐！也感谢着咱局长，予咱局长热情的掌声哦，嘛予咱的新派局长嘛热情的掌声，感谢感谢感谢！台语歌谣创意舞蹈比赛圆满成功！好，那红烧鱼也嘛，甲咱小炒一下吼，咱的观众朋友。